你世界中的深夜，岩裂鼠的眼睛发着绿色的光芒，但是在白天，这股绿色的光芒它消失了。很多小伙伴对我说，岩裂鼠白天的眼睛不会发出任何光芒。错，其实白天也会发出绿色光芒。你们知道吗？众所周知，岩裂鼠白天它会睡觉。如果你见过岩裂鼠睡觉，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岩裂鼠在夜晚并不只会发出绿色的光芒，当它们看到火把，它们就会冲上前去。你们看，此时的岩裂鼠眼睛中发的是红色的光芒，而这个时候的野人猎手攻击别人会带火焰伤害。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就是此时野人猎手的心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并且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此时的野人猎手正在睡觉，但是他的眼睛中没有任何光芒。我们发现，当我叫醒野人猎手，他的眼睛中也依然没有光芒。那么这股绿色的光芒，它只是晚上的专属吗？错，很显然并不是。我们在老版本中发现，这个时候的野人猎手它发着绿色光芒的眼睛，但是这个时候却是白天。所以说野人猎手在白天，它的眼睛也会发出绿色的光芒。你们知道了吗？点个关注，下期继续。